怀疑女儿自慰装针孔，拍到丈夫和小三嘿咻。Oh, you like my little gift? What? The Jerusalem what? Why I can't hear Jerusalem tulip poozy poozly loot? What? 在家装监视器会拍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画面吗？维士罗姓女子前年发现读国小的女儿疑似会自慰，暗中在女儿房间书桌下装针孔摄影机，没想到竟然拍到一个女人和女儿互相打闹的画面，还发现这个女人竟然和老公在女儿房间里嘿咻四分钟，愤而提告求偿200万元。但丈夫说曾想和妻子生第三胎，但妻子叫他找别人生，显然已同意他找小三，但法官认定两人侵权属实，应赔偿原配40万元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